不是啊，你刚刚就说你要让位啊，你怎么让位人又进来了？没有，只是问你这个问题，你不是开low吗？哇，你开台挂我的台哦，这么甘心哦，哇！我们就看西明什么时候这个会变好。他现在卡住。哎，不是啊，难道你不是进哦？我有记错 ID 吗？不是啊，你不是进啊。我是觉得西米要断线的啦，你们怎么想？哇，就缺你这种朋友了，会开我的台挂着。好啦，结束了，最后的机会也没了。哇，我真的是给你很多次机会了哦。你就不用怕我不跟你玩哦。啊，重点是你的网络就是不能让我跟你玩啊。不是啊，我就不是没让你机会，已经试太多次了、啊。我就是觉得连线就是这样子啊。啊，我不是一直都讲，会冲到就是会冲到啊。啊、要么就是别人开我进他的，然后你也进他的，这才是解决的方法啊！我跟你网路冲到没办法、啊。小雨有没有要玩啊？你等等要录影没有啦，你要买的话就要在4号以前买啊，这个18块特价到4号。那个谁杰克允月有买了，那团团哈记还在考虑吧，不知道。如果下次想试试下再试，不然开台日断线。对啊，我主要是怕浪费时间在上面啊。不然我也不是这样讲，就是我已经在等人进房间了，结果等那么久，突然又断线，就觉得也不是你的问题，又不能怪你，因为怎么讲，我很早很早以前跟兔子在玩东石大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他在西班牙，然后他的电脑又不是很好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是。玩一玩会一直回溯，玩一玩一直回溯，玩久了他也很自责，他觉得就是觉得他不对或什么的。我也跟他讲说，你不要想太多啊，这就网络问题啊。我就说等你回台湾我们再来玩啊。哦，想想那时候就觉得，而且你们现在这个情况也像是我前几天玩前，应该说上个月开始我的 YT 就是很不稳，应该说上9号9月开始，我的 YT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偶尔会断线或连线不稳什么的，我就又开始很自责、很懊恼、很烦。这次超多小游戏，对啊，超多哎、欸。而且特价都是80%以上耶，好恐怖哦！四号是标准时间吗？嗯，就台湾的时间吧，台湾3点吧。你还在想要不要买机吗？
如果不考虑一定要跟我玩的话，你可以买啊。你不一定要买啦。我其实兔窝蛮多人有鸡嘛，只是看你揪不揪得到。应该说愿不愿意跟你们玩。因为鸡嘛也是，除非有人真的特地找我玩啊，我那时候有时间我才会玩。比如像允月、哈基他们礼拜四没有固定团，然后找我玩，我就开来玩那一种。没有啊，你在怕什么？我没有怪你，我是说。因为我好像第三次跟你在尝试的时候，就觉得说我们网络是冲到，然后你怎么试应该是没有用。不然就是等一下我们私下玩的时候是别人开房，我跟进去，别人当房主啊，就不要我开啊。如果是以前的我，我在想啊，因为我那时候就是都没有剪片，只丢记录档。那时候的我，如果再做这个的话，我应该会很没压力，很开心的玩。可是现在有要经营 YT， 啊，好像不能在台上讲了。反正就是有经营另外一个平台，然后开始剪片之后，觉得时间好不够。好像也可以开台讲，我不知道啊，我现在有点被一堆事情绑着。所以鸡嘛，你不一定要找四个人啊，你找到你两个人就可以玩了啊。而且我也是想找时间把里面的角色套装啊、人物啊都解锁。没有啊，你们鸡马的目的不能这样子。我是觉得你们要想办法，至少自己可以过关，别人过不了关，而不是说大家都不能过关那种感觉。大家都不能过关，那你就直接在起点把那个啊障碍物包一包，大家都出不去就好了。所以我就一直在撞板，很多时候都这样。我也不知道欸，我常常都在撞墙期啊。我其实是一个超级超级超级悲观的人，做一件事情都想太久，然后一直做不出决定，不够果断，然后担心的东西就真的太多太多，搞得自己压力很大。啊，我怎么讲了一大堆，我的天哪！反正就这样啊，我也怎么讲？你们可能会在 Amigo 啊，或是跟他们其他人玩的时候，会觉得我笑的就是很大声、很开朗，有的没的。可是关台后或笑完之后，我就是嘴角又变成往下弯的情况，对吧？其实很多情况，很多时候我其实，而且我不开视讯的原因也是因为我都是摆臭脸。然后嘴巴又会张很开，所以不想开视讯，对吧？哦，对，小雨的脸也很臭，哈哈，没有啦。可是小雨，你说挖马西是指哪一点？你说你没有不够果断、不够有自信、想太多，还是指
下完之后就是其实是很悲观的人，你是指哪一个？我以前就是学生，下课之后问我是不是生气啊？没有啊，你那时候是说你的脸就是长得一副很脸很臭的样子啊，我都有听你讲啊。你说你还会去追着那个男生同学去厕所不是吗？啊，我是真的很明显，就是心情不好就是挂在脸上啊。我不是平时摆臭脸，我是心情真的时常在低压，低气压吧。就其实，真的很难让我一直开心下去啊。那除非就是跟点点出去吧，或什么的。那只是有几次出去也让我觉得很烦躁，是因为我那时候身体很累。他那时候就是看个 Google Map， 然后就是跟着走。他明明那个 Map 上面就写说前面就到了，他也这样跟我讲。结果我看了一下前面在哪里，然后我又多走了十分钟，还没到目的地。那时候我也是开玩笑的时候怪他。嗨，音乐。欸，宝可梦那个警察，我看那个文章超恐怖的欸。有点谷底反弹的那一种。我不知道欸，我就是要怎么讲，我心情不好，你要我演成心情就是好，我没办法演了。所以有时候玩游戏吧，我就很容易把，因为那时候玩 GTA RP， 我就是很容易常常不小心把那个现实的东西带到游戏里面去，然后就是如果真的快发生，我就会想要赶快离开 RP， 然后赶快回到正常生活，在里面扮演另外一个人，又要怕把自己融入进去，真的很恐怖。怎么开台前是这个画面，快关台也是这个画面嘞。我是实况的时候，我不知道，我就是，我觉得我就是很明显，就是那种你在想什么，就是写在脸上那样子。啊，不然明天来玩战棋好了。哎、欸，不行，战棋的话时间不好拿捏。嗯，礼拜四再玩好了。开台前一个状态，开台呢？不是啦，我开台前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知道情绪来了吧？主要也是西敏你啦，你不要想太多啦。你既然都进兔窝了，你一定有很多机会会跟我玩到游戏啊。那、啊、只要你不退群或是闹事情，其实你不续订，我也不会赶你走啊。啊，我怎么开始了？白痴哦，快关台了、欸。好啦，打完这一轮吧。又不小心点下去了，哎呀，太想赚钱了，哎呀，卖出，哎呀，真的是不小心哎、欸，战旗可以自爆，
也是啊，我可以中途离开嘛，还是我可以挂网？自爆是怎样？可以点说投降吗？我是可以情绪很嗨，但是没表情。跟我一样我常常玩《国之战》那些，可以跟你们聊得很开还是什么的。可是我嘴角就是从来都没上扬，除非那种是真的是大笑笑到或是很夸张爆麦的那种，嘴角才会上扬。上扬完之后马上松弛下去，这应该是地心引力的效果。我的脸皮都被往下拉了，有没有？我就是为了去极难氪金啊！我为了打困难模式在赚钱呢。你看，像这样子，呵呵，笑完之后又松弛下去。而且我最近因为淡水是下雨，而且又没有去健身房，所以我最近作息好乱，又变成日夜颠倒了。哦，可以投降哦，好不？啊，小雨，你是几点要去录影？十点半，十一点。也可以把所有棋子卖掉，然后自爆。哦，对耶，聪明。啊，结果那一场我是第一名，结果就这样子干，我一定很欧。脸会臭都是地心引力的错。对啊，你不知道吗？我记得是哪个国家，俄罗斯还是哪里？他们拍照都不笑，他们说笑是一个很没礼貌的事情，因为他们好像觉得正常人来讲，嘴角是不会上扬的，因为上扬你要花力气啊，你不花力气就是嘴角会往下。对不对？那就像很多人化妆还是怎样的。不是化妆啊，那叫什么？画睫毛还是画眉毛？然后嘴巴会张开一样的道理，什么道理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化妆化的话，嘴巴会往那个张开。哦，好冷哦！而且冬天我不喜欢穿袜子，原因是因为我会冒脚汗。哦，我那阵子啊。我记得我那时候刚试播的那几天，我说我那个椅子拿去洗嘛，洗到后面我就裤子湿掉还是什么的。啊，后来我就是因为我会蹲着坐在椅子上，那脚汗都会跑进椅子里面，变得非常臭，所以我拿去洗。洗完之后我在上面铺就是毛巾或是浴巾。结果我铺到现在，我看到我那个浴巾超级脏，有没有人要啊？很臭，好恶心哦！也还好我没有再去上班不然这个天气真的是你会选择离职，不想去上班上课，对吧？所以之前去吃面的时候，跟点餐的人说我不要菜，结果店员。当时的我也很臭地心，没有跟你讲，要是送来的那个人，他长得是一个很漂亮的萝莉，你还会脸臭吗？你一定会嘴角上扬的，边吃菜边看着他。在积分做过，为了让朋友上分，哇！你好伟大啊！哦，我也希望我今年，应该说我今年改变很多啦，就是对游戏的好胜心吧，比较没有以前那么严重，就以前跟其他人玩游戏就好胜心有点强。那只要输了，就可能会开始怪人。啊，昨天400块事件是例外啊，那个是真的太夸张了。早点不按，就要花400块重新接关。对啊，我觉得
以前玩游戏真的很快乐啦，可是真的自从知道一个游戏怎么玩之后，就会认真去玩，然后变成就是会有想去控制或责怪那种感觉。所以有时候我说我怕雷到别人，就是是，我会怪我自己啦。可是别人雷到我的话，我会看情况，那真的太雷的话就会骂。主要就是看当时大家的心态吧，大家都很认真又玩得很开心，那就还好。可是就是玩得很认真又玩得不开心，那就可能就彼此会互骂起来。而且我不喜欢打咯。哦，只打 AR 的话那是还好，因为是大家的问题。啊，如果打 NG 的话，那是那一路的问题，所以没有什么好，大家都有问题，那没什么好责怪的，反正就是运气游戏嘛 ，AIN。400块哪位刷到5000块了？他是在刷这一关对不对？因为昨天我们要睡觉前不是有这个方法。他刷到5000块，等一下5000块，他刷了几场？100多场哎。我的天，他怎么刷的？还是他是这个点下去？哎、欸，那个3500的卖完了哦。昨天有个特惠是90块，可以买3500个猴币，攻击力量包，这又是什么？10种聚焦战斗的战斗猴哦。这个什么即时猴子4级即时猴子哎、欸，嚯，好像很强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那位400块大大，你现在几等了？你应该90几等了吧？好啦，那时间也差不多了。那明天一样是7点左右开台。啊，玩什么？我再看看啦、啊。因为像刚刚有人推那个什么死亡之日，我先买了啦。啊，明天看看是玩这个。那这个就平时休闲聊天我再开，之后再换其他游戏啦。感谢大家啦，感谢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啊，对，我是繁星，我们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